好的，没错。
嗯，就三个字，人生。人生都能当老寿星，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小子，你看这嘎达像闲的，这就站那嘎达干啥？这脚趾可疼了，我可不抽了，来。嗯。嗯。你咋整老牛踩的呀？啊？我老牛踩的呀。嗯，再早是螺是老牛，还忘了。哎呀，妈呀，快递忘取了。嗯呐，王子儿，我都到该里了，你打电话想起来你。嗯，那脚没有？那脚没有，就这一个脚腕子，就这一个都够呛了，还那脚呢？那是血泡了呢。嗯，我这鞋泡，就我不是赶上穿鞋，这脚趾就顶生疼，太厚了。嗯，不有好几个月了也没整，我也害怕，也不敢整啊，这实在疼，我就整了。妈就跟那个搓刀给他抹下去。你说你们敢整，我们瞅就害怕，不敢动了。不过你说，那怎么点安全点？不行。休息阶段能挺多长时间？两三个月，三四个月，不影响啥找回来呗。啊，能挺挺到双人球。冷。嗯，走到双球啥的。我可别长上班，一个月两天休息，带薪休息两天。嗯。回来取行李、取衣服啥的。然后我说直接整个脚，我常从那个新天地上班。那地方整不起，说白太他妈贵了。嗯、那天他妈感冒了，买点药花57，你说。正常。啊，那像咱们这地方不就是二三十块钱吗？那地方高消费，就我干那个饭店，吃一顿饭都好几百。哎呀，这回舒服多，这下拱。
你经常开门，天天开门吗？嗯。经常开门行，一般我过来这不开门了。我要赶上休假了就，老是疼了就过来整。那嘎都供血的呢，完了那脚就肚那就都供红了。嗯。我现在都有点像一走到就疼，一走到疼供。我这鞋号本来都挺大的，这鞋。嗯，可能。你说妈也这个天你看不了你，你说你妈也蛮大的，包子就不加心里没搞过你。那个我是。明白一些，哥哥也打电话来了，就明白一些，哥哥也打电话了。几个也挺明白他们就干活了，后来就打电话来讲，我你什么什么不是不是什么的。他人干啥？帮你走。嗯，就几个去吧，没人上班。你要是让他干三年，还有心情不听的，那一句相当于困难，确实有题，就等于考卷了嘛。那行，不行，那一句说啥？你们吃的都脏了没？你们学了学了，大概都没打，你们学过没？我们学的都是那你就去。但是呢，你学完没脾气。不是他的像甲骨音修个会个那个。找这个人。不能走路啊。能。哪个甲骨音啊？我的妈！这个样的学甲骨音都不要受掉好几。现在学不高单，我不单就。对，这不都学到了吗？你要去。过来，是那样修字啊，老师。你是那样修，我们就修。你咋修，你咋？你这觉得好的很，怎么修的？是不修的？你讲跑脚嘛，这些能跑脚，我来跑跑。干的不行了，我给你干修，我们也走。干的不行，你跑的在那。你就掐你，就我来。我跟你讲，他包括你自己开去，肯定不影响。不影响，我跟你讲，就今年。